十方诸佛如来都劝我们要信佛。为什么？你得到佛光照耀的利益就多了。你要不相信，你要怀疑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佛对待一切众生永远是平等的。常常沐浴在佛光之下，这个人怎么会不开智慧？它的功能除视之痴迷，痴是愚痴，明是明万不灵。我们一般讲麻木不仁了，那就痴呆呀。痴呆从哪里来的？不善业所累积的果报。我们无始劫来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业。这个业有净、有染、有善、有恶，我们自己想想。我们造的业是染业还是净业？是善业还是恶业？自己清楚明白。如果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是善的，善是什么？利益众生的。不善是什么？不善是自私自利的。这个要知道。自私自利造成的就是痴呆。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社会，这个人福报大，这人有真智慧，他绝对不会有痴呆。人生在世，乃至于生生世世、因因果果的责任，完全自己承担。真的自作自受。你的福报不是别人给你，是你自己造的善业。你所受的罪业也是你自己制造的，也不是别人加给你的。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真的了解明白之后，不但不敢造恶业，连恶的念头都不会想。第一等大善，第一等大智慧，就是把心换成阿弥陀佛。第一当中的第一。果报不可思议。